今天我来开箱 Pico 送过来的一个包裹，看看是什么来的。哇哦，看这个包装很有未来感，月入新世界，我以为是什么月入过万。拆开看看吧，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月饼吧。诶，这个扫二维码进入新世界哦，这个就好像一个登机票一样。它这个不就是那个 Pico 之前的那种头衔吗？这是小怪兽吗？有没有认识的终极好汉的？应该里面都是头衔的样子，你们能认出来哪个是哪个吗？ Pico Neo 3 在这里，传说中的 Pico 4 那当然不在了，还没发布嘛，不会在这里出现的。是一盏灯来的吧，感觉是一个露营用的灯。看一下，说有一个9月6号的活动会推出来，到9月6号再重新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吧。今天这个开箱就到此为止了，赶快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这6个头衔到底是什么型号，然后我就会抽出其中一位的幸运儿，把额外的多一份 Pico 中秋礼品送给你。